六轴模式。这款飞机现在是六轴模式，然后呢我们用手把它倒过来，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它是自动变化的，跟正飞一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我油门往上，它是自动往上的，前后都一样，前后右左右左都一样。这是为了初学者，想让他玩倒飞可以自动变化。好，我们现在飞三种模式。这开关搬下来是三种模式，可以做一些特技动作。我现在把 idle 打上 idle 开关， idle 办好以后，推一点点油门，打开 idle 开关，这时就会自动到了起飞。